然后我们11点之前再重新开播啊。今天11点到1点，看看会有一个官方的小推荐，不知道能推上来多少人啊？我们稍微改动一下，对，小小鸟哥哥，对啊，谢谢我们高进哥，谢谢高进的兔兔，再一次感谢大家啊！然后我们给佳代也点点关注啊，佳代说话声音真好听。榜四江佳代就是我，榜四江佳代，大家为我点点关注，感谢大家。我今天好像很快就能3.2了，家人们多多点关注啊。怎么点？我现在就是点击一下一万的那个，然后滑到榜四，有一个叫张家带的，就是我的账号，所以家人们可以为我点一下关注。还有现在送小星星的也是我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我的关注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欢迎一下我们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，晚上好。对，迟来来是我自己的独唱啊，我一会儿再唱，我们先唱两首两个人的歌啊。对，我们给榜四张家带点点关注，大家想要听康美之恋，这个时间唱是不是有一点点的早？有一点点早啊，唱一些我们两人合作的歌给大家吧，行吗？唱一些合作的歌给大家，我唱一首《爱似水仙》吧，好不好？《爱似水仙》最近有没有唱这首歌？来，我们用准备一下我们的《爱似水仙》送给直播间的朋友。来，我们的3号这位准备一下，来，我们的丽萨老师准备一下这首歌的伴奏。盛开在冬天的水仙，你是否闻得到我的娇艳？如果你给我一双舞鞋，我就会为你长袖翩翩。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，我就不会为你哭红双眼。如果我能戒掉了思念，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。你说了我冷得像水仙，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。你说了我在等一个预言，却永远不能够实现。要为你改变，盛开在夏天，别忘了我就是水仙，被水映出了我的春天。盛开在冬天的水仙，你是否闻得到我的娇艳？如果你给我一双舞鞋，我就会为你长袖翩翩。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，我就不会为你哭红双眼。如果我能戒掉了思念，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。像水仙，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。你说了我在等一个预言，却永远不能够实现。要为你改变，盛开在夏天，别忘了我就是水仙，白水映出了我的春天。盛开在冬天的水仙，你是否闻得到我的娇艳？如果
你给我一双舞鞋，我就会为你唱首甜甜。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，我就不会为你哭红双眼。如果我能戒掉了思念，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，盛开在冬天的水仙，你是否闻得到我的娇艳？如果你给我一双舞鞋，我就会为你唱首甜甜。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，我就不会为你哭红双眼。如果我能戒掉了思念，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，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。谢谢一首好听的《爱似水仙》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，再次感谢大家。让我们一笑机会给一下，嗯，谢谢很多朋友点击了我的关注啊，嗯，谢谢小小鸟，嗯、感谢高进哥，谢谢华哥，感谢阿明，谢谢彤彤，感谢林安人，谢谢飞龙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感谢大家。我看到了很多朋友说若曦其实天天都在换衣服，但是他都说若曦没有换衣服。对，可能都是闪闪的那种吧。我天天都在换啊，今天是嫩粉的人鱼姬色的一个礼服，然后前面有交叉的，大家可能觉得一个类型啊，就是学校没换，其实我每天的衣服都不一样的啊，都不一样的类型都不一样。对，嗯，相信很多直播间的朋友都知道啊，类型都不一样的。老王，我们现在直播间是17000人没有点关注的，我们给若曦点个免费的关注好吗？那么我们今天上来一首比较好看的节目吧，来，我们准备一下啊，我们今天的一个新节目送给直播间的朋友啊，一首非常好听的四手联弹不能说的秘密啊，有没有听过这首钢琴曲的朋友们？有吗？有的话我们扣个一。这个裙子有点长，衣服很好看是吗？对，有点长这个裙子，嗯。有吗？谢谢我们499啊，感谢你的守护。嗯，有听过是不是？四手联弹啊，非常非常好听，非常好看。我们设置一下我们的这个，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给一下我们的这个四号机位，给一下。嗯，对，来，我们准备一下我们的嘉宾啊，来到我们的这个钢琴的位置啊，有点神秘感。哎呀，非常非常非常好看啊，非常好听。对，来，我们准备一下我们的谱子。对，来，我们把那个 iPad 收一下吧，好吗？要不然会对影响掉。往左边收，对，右边会影响镜头。然后我们有请我们的嘉宾准备一下啊，我们今天的一个新的节目，也是一种尝试啊，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四手联弹。那么有请我们的这个嘉宾啊，也是我们沈阳音乐学院的我们嘉代的啊，我们的这个硕士的同学。跟我们进行一起共同的演奏，那么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今天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节目啊，带给大家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最新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，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。来，我们先露一下脸啊，给打打招呼啊，这是我们的嘉宾小姐姐。我们欢迎呢我们所有朋友来到我们的若曦跟嘉代的直播间啊，我们今天请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四手联弹啊，来，我们准备一下不能说的秘密送给大家。
谢谢，一首非常好听的我们的这个不能说的秘密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。来，我们交代感谢一下榜单，我们拿下麦克。谢谢小小鸟，感谢飞川哥，谢谢万象更新，感谢阿明，谢谢九九，谢谢老怪，感谢林安人，谢谢教练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礼物，谢谢大家。四首连弹，我以为这是连弹四首曲子呢。哎，四首连弹就是两双手啊，对，交叉的在钢琴上弹一个完整的协奏曲的意思。对，嗯，来，我们也是加带没穿袜子，加带穿高跟鞋，再穿个高筒袜。好听是吗？大家喜欢这种形式的话，我们就让我们的嘉宾小姐姐私下跟加带多练几首啊，多练几首。再一次感谢大家，来，我们让我们的嘉宾小姐姐休息一下。嗯，加带是六个脚趾吗？那他要那么厉害的话，还用跟我在这直播呀？展示我的脚是吗？对，给你我们国家最高的礼仪，亲吻我的脚。裙子长，对，我现在基本上快1.8米了啊，这个裙子得1.8米多的人穿，真的啊，这个今天这个裙子比较适合我，正好可以齐地啊。嗯，都集中在这个直播间了是吗？来，我们收一下我们的谱子。嗯，四手连弹啊，来，四手连弹就是我们的钢琴的一种形式。嗯，我们未来也会添加一个，再添加一个新的三角钢琴，进行两个钢琴的游击的那样的去四手连弹给大家。那个是在我们的300多万粉丝之后去更新的啊。我们先多往上涨涨粉。对，我净身高1.73米啊，然后穿了高跟鞋，大概是1.76米77米啊，不到1.8米这个样子。现在，嗯，对，今天穿的高跟鞋啊，因为大家都比较喜欢看我穿高跟鞋，我先穿一场啊。先穿一场，都以为四首曲子连弹，那连弹的话那流量就没了。手是手指头的手，对，四首连弹是我们手指的手。嗯，对，大家如果觉得有点延迟的话，我们降低一下清晰度就可以了啊。今天的流量没有很高，对，我们今天就是大家开心就好了啊。嗯，看到了很多朋友点出了这个漂亮啊，还加了我们的这个关注。嗯，我们呢今天是有一个官方的这个11点到1点会有一个推荐位啊，不知道能推多少，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场直播是9点到10点半啊，10点半，然后我们的11点再重新开，然后连播到我们的这个1点钟啊，看一下流量能有多少。官方爸爸给我们今天稍微能这个多一些啊，多一些这个流量，看看怎么样。再次感谢大家点击的关注和灯牌啊，谢谢大家。那想听白狐的朋友啊，我们接下来一首白狐送给大家，来，我们1号机位准备一下，让我们燕姬老师关一下。嗯，可以。是一只爱了千年的狐，千年爱恋，千年孤独。长夜里你可知我的红妆为谁补？红尘中你可知我的秀发为谁梳？我是一只守候千年的狐。守候千年无助，情到深处看我用美丽为你起舞，爱到痛时听我用歌声为你倾诉。寒窗苦读你我爱是山盟铭心刻骨，金榜花烛却是天涯漫漫陌路殊途。能不能让我为爱哭一哭？我还是千百年前爱你的白狐。多少春去春来，朝朝暮暮，生生世世都是你的狐。
少春去春来，朝朝暮暮，来生来世还做你的狐。我是一只守候千年的狐，守候千年无助，情到深处看我用美丽为你起舞，爱到痛时听我用歌声为你倾诉，寒窗苦读你我还是山盟铭心刻骨，金榜花烛却是天涯漫漫陌路，殊途能不能让我为爱哭一哭，我还是千百年前爱你的白狐。多少春去春来，朝朝暮暮，生生世世都是你的狐。春去春来，朝朝暮暮，来生来世还做你的狐。多少春去春来，朝朝暮暮，来生来世还做你的狐。感谢小小鸟，谢谢心随所想，感谢江南，谢谢，这是什么字啊？龙吗？感谢彤彤。字，谢谢我们一首白狐啊，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。大嫂就是不一样，我的大哥在哪里啊？直播间都是大哥是不是？谢谢我们送出礼物的朋友啊。对，今天直播时间有一点点的调整啊，我们第一场是到10:30左右，然后我们第二场是11:00之前开啊。我们今天会有一个官方的一个小推流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推上去啊，不知道能不能推上去，我们也是在尝试，是11:00到1:00啊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推上去啊，也是尝试，也许还没有现在人多呢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加代太美了是不是？谢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，能推上去啊，不敢想，11:00到1:00这个流量应该不会特别的高了，我觉得真的。这世界那么多人想要听是吗？会不会都给大家都唱睡着啊？现在才将近10:00，我们有请加代给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钢琴曲吧，完我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唱独唱了好不好？我们先把这个出埃及曲弹完啊。我们今天刚才弹了一个四手联弹不能说的秘密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弹一首非常好听的出埃及曲，也是每天呢直播间必弹的曲目，看能不能有更多的朋友点击我们的关注好不好。那么有请我们的张加代啊，大家很多朋友喜欢他，今天加代今天跟我一样，我穿的是人鱼姬白色，他穿的是人鱼姬粉色啊，非常好看。那我们的燕姬老师关一下啊，我们非常非常好听的出埃及曲啊，我们音响老师准备一下配乐，来我们加代准备弹一下我们的这首非常好听的钢琴曲。
这一首好听的出埃及记送给我们直播间朋友，埃及行行行好，太逗了，我们直播间这些我们铁粉们，欢迎大家来到若曦和我们佳代的直播间。对，马克西姆啊，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喜欢佳代的朋友，我们给佳代点点关注，也感谢一下送出礼物的哥哥们。我们刚才有江南哥好又送了我们一些礼物啊，我们感谢一下。嗯，感谢南哥，谢谢刑天，感谢猫猫，哎呀，欢迎猫猫，感谢赵云，谢谢奶茶，感谢 Dear， 谢谢一哥，感谢李勇，谢谢大家的礼物。家人们，现在送小心心的张家带就是我的账号，喜欢的朋友可以为我点点关注，没有给若曦点关注的，我们同样点击若曦旁边红色的关注，点击红色关注后看到一个黄色小心心，我们点击一下黄色小心心加入一下我们的粉丝团，感谢大家。就是说十点的人气票打不打？不打，先不打人气票啊，先不打人气票，家人们，那个我们先把演出做好，先把演出做好。前两天打了一下人气票，我们的凝聚力还是不够啊，所以我们先把演出做好，先把这个粉丝量涨上来之后，我们再研究 PK 啊，包括这个人气票这个事情，好不好？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先认识我们。然后我们接下来让佳代休息一下，是我的个人的独唱时间，我们唱两三首个人的独唱。有朋友说想要听我们的《这世界那么多人》，还要想听我们的这个陶爱，对不对？还有《迟来的爱》《红颜知己》，这都是每天必唱的曲目。然后我们先唱一首《迟来的爱》，把流量往上唱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唱我们喜欢听的《这世界那么多人》以及《陶爱》，好不好？还有《红颜知己》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准备一下啊，我们的这首歌的伴奏，来一首《迟来的爱》啊，先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。那么我们今天是到10点多下播之后，11点之前会重开啊，会重开，因为11点到1点会有一个官方推荐啊，我看看我们的流量能冲的会不会高一些。期望值没有报很高，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态度，因为这个后台的流量我们谁也说不好，是不是？今天呢一直都没有冲上20000人过啊。是不是有很多铁粉觉得我们今天不播了？今天是电脑这个驱动啊，包括我们这个显卡出了点问题，跟这个直播助手不匹配了，直播助手更新了，所以说今天晚了将近20分钟啊，再一次跟大家道个歉。裙子好漂亮，有气质是吗？我们继续点击一下左上角的关注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一首你们喜欢听的《迟来的爱》，先送给直播间的朋友。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，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，两个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，还能够彼此完全明了。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如你依赖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？不愿放弃你的爱，这是我长久的期待，不愿保留你的爱，那是对他无言的伤害。伤痛的心一片空白，如何面对那迟来的爱？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如你依赖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？不愿放弃你的爱，这是我
长久的期待，不愿保留你的爱，那是对他无言的伤害。伤痛的心一片空白，如何面对那迟来的爱？伤痛的心一片空白，如何面对那迟来的爱？谢谢，感谢神秘人哥哥，感谢小小鸟，燕之老师观赏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感谢大家，谢谢一只海，谢谢天路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再次感谢我神秘人哥哥送的礼物啊！大家朋友说想要看四手连弹，什么时候弹？我们开播的时候已经弹过了，家人们，对，开播的时候已经弹过一次了，是不是有最近这个时间刚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？是不是？刚刚我看公屏上一直有人说啊，这个四手连弹什么时候弹，是不是后进来都没有看到啊？没有改时间，今天我们的这个驱动和显卡出了问题，9:20才开播程，我们9:00准时开的，然后不让我们开播，因为这个抖音的直播助手更新了啊，更新了，然后我们这个不匹配啊，输了半天没有看到，是不是？那我们10:00的时候再给大家弹一次吧，不能说的秘密好不好？10:00再弹一次，因为很多朋友这是一个新节目，很多朋友对没有看到啊，没有看到，非常好看的一个，非常好看的一个四手连弹，是吧？很多没有看到，是吧？嗯，四首四个手，不是四首曲子啊，家人们，四个手连弹啊。然后我们音响老师准备一下，我们下一首是《桃爱》啊，给大家唱一下这首歌呢，很多朋友喜欢听。那么热心呢，也是今天啊，给我们大家，对于舞台来说也算是首唱啊，这首歌给大家。对，两个人弹，有懂有明白了是不是？有两个人去弹这首曲子啊，是不能说的秘密啊，里面非常非常好听啊，非常非常好听，不是四个曲子连弹，是四个手啊，四个手。刚那首歌叫做《痴爱的爱》啊，《痴爱的爱》。来吧，我们一首《桃爱》啊，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。来，我们音响老师准备一下我们这首歌的伴奏啊，送给大家。有时候还是会想起，有时候莫名的惦记，爱的你在哪里？你的城市什么天气？多少次痛到不得已，想念没经得你同意，就这样太含蓄，沉默呼吸，听不见声音。我听见城市的夜在哭泣，慌乱寻找，若即若离。谁关掉街边鞋店的歌曲，却逃不开你的背影。我看了曾经错过的电影，右边座椅轻轻抬起，也扔掉有你信息的手机，却逃不开有言在续。有时候还是会想起，有时候莫名的惦记，爱的你在哪里？你的城市什么天气？多少次痛到不得已，想念没经得你同意，就这样太含蓄，沉默呼吸，听不见声音。我听见城市的夜在哭泣，慌乱寻找，若即若离。谁关掉街边鞋店的歌曲，却逃不开你的背影。我看了曾经错过的电影，右边座椅轻轻抬起，
也仍旧有你心细的手机，却逃不开流言再续。我听见城市的夜在哭泣，花乱寻找若即若离，谁关掉街边鞋店的歌曲，却逃不开你的背影。我看了曾经错过的电影，右边座椅轻轻抬起，也仍旧有你心细的手机，却逃不开有缘再续，却逃不开有缘再续。谢谢一首好听的陶爱啊，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，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神秘人哥哥送出的礼物语啊，送给大家非常好听的歌，也是非常好看的画面。嗯，谢谢小小鸟，感谢神秘人哥哥送来的礼物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家人们，我们没有给若曦点关注的，瞄准若曦旁边红色的关注，点击红色关注后看到黄色小心心，我们点击一下黄色小心心，加入一下我们的粉丝团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换调音师了没有？明强老师是一个人啊，明强老师是一个人。嗯，对，陶爱啊，这首歌叫做陶爱。这个高跟鞋有多高？六厘米吧，六七厘米那样子啊，六七厘米那样子。好，我们继续点击一下左上角的关注啊，我们继续点击一下我们的关注，还有我们的灯牌。嗯，点完关注就会有一个黄色星星了，我们加一下就行了。站得很累，我每天要站四个小时。人生哥，我们今天呢是有官方的有那个小推流，可能我们十一点到一点也要全程站着啊，所以说我们可能十点多的时候要下播，然后我们十一点再重新开一下。谢谢我们阿宝，谢谢。还有一首《意爱》也非常好听，是吗？我没听过这首歌，嗯，来一点静静啊，我往前走就静静了，但是人有点大啊，有一点大。那个往后的话，它近景近太多的话，我整个人就进到了这个里面了，就进到这个里面了。嗯，来吧，我们先谈一下我们四手联弹吧，给我们这个时间来到直播间的朋友，我们这场的演出就再谈一次就不谈了，好不好？大家看看喜不喜欢这种形式，如果喜欢的话，那我们就给大家多练一些这样的曲子啊，我们两个人共同去弹奏的。那么今天也是邀请了我们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。哎，加代马上就出现了啊，四手联弹一定有他呀，是不是？嗯，穿拖鞋就行了，拖鞋的话就这个裙子太长了，我穿拖鞋就是这个高度，就感觉哎有点往这个鞋上去粘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我们设置一下导播老师，然后给一下四号机会。嗯，我们让嘉代啊打一下我们的这个曲谱啊，我们有请一下我们的嘉宾，对，有请一下我们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舞台上。那我们上半场弹这一次啊，我们就不弹了，给我们这个时间刚来直播间的朋友，我们演奏一下啊，不能说的秘密，非常非常帅啊，我们准备一下我们的谱子。让我们准备一下，让我们直播间朋友再弹一次啊！来，我们这个时间刚来的宝宝们，我们四个手，来，我们可以了吗？我们给一下我们的这个镜头 ，OK。然后我们有请一下我们的这个嘉宾小姐姐，给我们带来一下四手联弹。如果大家非常喜欢的话，那我们会多练习一些这样的曲子啊，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。来，我们不能说的秘密送给大家。Thank you.
谢谢，再次感谢喜欢我们四手联弹的宝宝们。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这种演出的形式，我们会多立一些曲子给大家。我们钢琴小姐姐在榜三，我们给佳代点点关注，心跳加速是不是？这是一种新的演出形式啊，我们也是第一次呈现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。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我们多练一些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对，我现在送小心心的张家带，就是我家人们喜欢的，可以给我点点关注，感谢大家。那大家也是刚才看到了我们这个手型啊，我们这首曲子呢是交叉去弹的，所以大家会发现啊，我们这个琴键两个人手放上去的时候，像两个左手在上面的感觉。对，因为是交叉的啊。这是哪个手？我们给一下镜头。这个是两个人的左手是吗？对，两个人的左手。对，然后两个人的右手呢？这个。哎，怎么少一只呢？啊，对，你在说话。我要拿话筒说话。我又不是三只手。那你放先放腿上给大家看一下，展示一下啊。我们的这个两个小姐姐的左手是哪个？抬一下。对，两个小姐姐的右手呢？哎，对，是这样子的，是中间的两只手是交叉的，对，所以才会呈现出这样的效果，要不然大家就会觉得，嗯，怎么两个手都是一样的朝向？对，对，中间是交叉去弹的啊，都有自己的低声部，还有我们自己的高声部啊，非常非常好听。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的支持啊，我们接下来呢，有请我们的佳代啊，带来一首好听的钢琴独奏啊，来，我们准备一下我们的佳代的钢琴独奏，来。嗯，大家非常喜欢听钢琴曲是不是？主播跟钢琴小姐姐太像了，长得是不是？再一次感谢直播间的朋友。那么接下来呢，由我们的钢琴小姐姐张家带啊，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，大家也能猜到了啊，我们的梁祝啊，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。然后我们让家带准备一下我们梁祝的曲谱。嗯，我一直以为是一个人，不是啊，不是一个人。然后我们燕琪老师关一下，我们有点模糊镜头。嗯，对，来弹弹一首梁祝啊，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。我们要加带准备一下他的这个谱子，可以了吗？我们可以了，我们三号机位啊，准备一下啊，非常好听的梁祝送给大家。我们音响老师啊，我们准备一下这首歌的这个配乐，来，我们一首梁祝送给直播间的朋友。
谢谢，再次感谢喜欢梁祝的朋友，再次感谢大家送出礼物，我们感谢一下我们礼物的榜单，谢谢我们李世民哥哥，感谢李世民哥哥，谢谢小小鸟，谢谢林安仁，感谢阿宝，谢谢睁着眼睛说真话，谢谢背影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礼物。这是再来弹的最好的曲子，每一次弹这个曲子我们的流量都会往上再冲一波啊，非常非常经典啊，很多很多经典的钢琴曲也会在直播间呈现给大家。那我接下来让大家休息一下啊，休息一下，都是大家非常喜欢，小鲁也很喜欢，是不是经典名曲？嗯，钢琴叫钢琴公主啊，应该叫钢琴公主，点赞两百万人家带出来，是不是每天啊大家都是希望家带能够出来啊，我们下一场的大家再点吧，谁起的这个头，一直都有人在起，我们下场吧，我们今天正好官方11点到1点会有一个小推流，看看能不能推得上来，然后我们11点到1点的时候大家去点赞，看能不能点到200万他出来，好不好？粉丝突破千万啊，这个不敢想。我今天想250出去，没有人答应你这个无理的要求。钢琴女王啊，主播什么都不穿礼服啊，没有办法啊，涨粉期间不穿礼服，我可能只涨1000粉，穿礼服涨40000粉，那你说你穿不穿呢？那没有办法。对，我们大家都在为这个流量所牺牲，为了保住我们的粉丝量和流量，我们每天都在牺牲，我牺牲掉了我的 PK， 牺牲掉了我的收益，都是为了这些啊。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有朋友想要听《亲密爱人》啊，我们一首好听的《亲密爱人》送给大家。吹着风，想起你好温柔，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，也不是无影踪，只是想你太浓，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，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，你对我那么的好，这次真的不错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，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，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，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你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分。还吹着风，想起你好温柔，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，也不是无影踪，只是想你太浓，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，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，你对我那么的好，这次真的不同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，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，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，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
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分，你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分。谢谢一首好听的亲密爱人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，也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会感觉要睡着了是不是？我的声音就是很催眠，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比较早的时候我不太会唱这种安静的歌，就是因为我的歌太催眠了啊。对，太催眠了。朋友想要点了这个纳西情歌啊，还有什么红颜知己啊，睡觉了很多人是不是？一想就是啊，这种歌都是很容易睡觉的歌曲。啊、我们继续点击一下左上角的关注，家人们，我们没有给若曦点关注的，瞄准徐若曦旁边红色的关注，点击一下红色的关注，可以看到一个黄色的小心心，我们点击一下那个黄色的小心心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了，谢谢大家。宝宝想要听我们的这个只要有你天上人间，那我唱一首我自己的独唱，再有请佳代来到我们舞台上吧，先唱一个无人与我这个歌，大家喜欢的比较多，然后我们这个视频呢，我们的这个点赞也比较高啊，然后唱一首无人与我，然后我们让佳代跟我们合作一下好不好，再进来看一眼就睡觉了是不是？来吧，一首好听的无人与我送给直播间的朋友。无人为我点盏灯，无人待我真，无人等我茶已冷，无人供我赴前程，无人伴我踏黄昏，无人负伤痕，无人陪我顾星辰，无人同我度余生，无人是我眼中泪，无人懂我的疲惫，无人知我眼中意，无人问我何时归，无人与我把酒醉，无人将我来安慰，再回首往事难追，无人解我心头悲，无人伴我踏黄昏，无人负伤痕，无人陪我顾星辰，无人同我度余生，无人是我眼中泪，无人懂我的疲惫，无人知我眼中意，无人问我何时归，无人与我把酒醉，无人将我来安慰，再回首往事难追，无人解我心头悲，无人是我眼中泪，无人懂我的疲惫，无人知我眼中意，无人问我何时归，无人与我把酒醉，无人将我来安慰，再回首往事难追，无人解我心头悲，再回首往事难追，无人解我心头悲。谢谢我们干妈，再次感谢我们的俺老宋啊，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，谢谢你们的礼物。那有请佳代来到我们的舞台上。这首歌叫做无人与我啊，很多人是没有听过这首歌对吗？无人与我，让燕姬老师给一下。无人与我啊，无人与我，
这两天录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视频啊，没想到喜欢的人还蛮多的啊，我们的点赞还蛮高的。鼻炎又要开始了，我感觉快了啊，快了。想听家和万事兴啊，那你们小青，你想要听哪个？谁点的？我明显感觉到这个是有诈，想要你出来是不是？对，就进点一些出去的歌。咱俩是不是半身不遂？瘫痪，下半身瘫痪，我跟你说。对，黄静美的版本啊，欢迎凯哥，凯哥想要听你的样子了。钢琴公主出来，想你们家和万事兴啊。我们让佳代先跟我们合作一个家庭万事兴吧，怎么样？因为佳代今天这个裙子特别好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美。哎、人家每次出场可是两百赞哦，那今天都没有点到赞就让我出去，你能不这么你能不这么折磨人吗？我只想说一下这个事情，我天天在这儿一个赞没有啊，你还非得到两百出来啊，下半身瘫痪直接说。今天是不是限流了？不知道呀，不知道。今天流量都不高啊，可能因为我们今天开的晚啊，今天9:20才开。也有可能啊，对，我们今天的重点在我们的11点到我们的1点钟啊，看看我们的流量能不能往上冲一下。这个，来呀来呀，他们以前是出来出来，现在你过来呀，你来呀，你过来呀，刷不到你们开播啊，怎么回事呢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其他直播间也不多呀，今天都不高吗？家人们，我们先把赞赞点到100万，好不好？现在73万，我们。直播间10000加应该很快的，来音响老师把康康舞曲大点声，我们跟着这个节奏慢慢点赞。来家人们，我们一起把赞赞点到100万，齐心协力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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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好快呀。对，到100赞给大家唱家和万事兴啊。哎，对呀、啊，你不说了吗？到100赞就行，因为我们一会儿还要下播呢。先点，赶紧的。对，啊，80万了，家人们。哦，很快呀、啊，点赞了，你还没动地儿呢，你真行。他们以为你往这边走呢，人家说你还没动地儿，你可真行。这心态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心态。哦，他们在说这个呀、啊，就是以为我已经往那边去了、哦、往这边来了，对、哎，你还坐着呢。我性子慢嘛，不着急。又说那样，92万了，家人们还有8万赞，来，我们开始倒计时啊，100万赞，94万了，嗯，95万了，家人们，10、9、8、7。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哎，刚好100万赞，感谢家人们，谢谢大家。来吧，我们一号机位啊，我们让佳代往这边走一下啊，来，我们的一号机位给一下，嗯，有请佳代啊，我们来一首《家和万事兴》啊，你们一直在点这首歌《家和万事兴》，我可能不能唱成几千个人了，我怕。来。怎么样？出来了啊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！要想听纳西情歌啊，来，我们想听《家和万事兴》扣一，想听纳西情歌扣二，看看大家想听哪首歌。一般家带出来，我们就是怎么说了，社会我待见，人狠票不减。对，现在没票，但是可以唱。那么二多一些，二是什么来着？纳西情歌呀？啊，好，我二是什么来着？哦，二是纳西情歌是吧？不行，用脑雾了。我现在刚说完的话我就忘了啊。嗯，纳西情啊，二是家和万事兴。他们说，嗯，啊，完了，我们现在整个人家和万事兴，家和万事兴。我们音响老师老是震惊了，纳西情歌，我就啊，我就懵了，你知道吗？来吧，家和万事兴先唱给大家听。来，我们的音响老师准备下伴奏。嗯。话，家和万事兴。
再一次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对我跟佳代的支持，也再一次感谢大家，谢谢我们凯哥，感谢我们小小鸟哥哥，再一次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，哎，谢谢小小鸟，感谢冯兜兜，谢谢重新启航，感谢彤彤，谢谢阿明，感谢老孙，谢谢大家的礼物。佳代声音真好听，因为她是女高音啊，花腔女高音，这个声音非常好听啊，好听的不要不要的是吧？我没有想到大家会这么喜欢听啊。还有朋友想要听《走进新时代》啊，这是我们变成了民歌专场是吧？万事如意是不是都是这种歌啊？你要这种歌的话，我们俩那更新的曲目那可是多了去了，对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唱啊，四弟。这首歌呢叫做《家好万事兴》，嗯，谢谢我们凯哥。嗯，那么这首歌呢是我们的郁钧剑老师和张野老师合作的。那么我扮演的就是郁钧剑老师，谢谢我们启航哥。对，感谢启航哥，谢谢你的花。疯狂表白中，将来我爱你。你来，你放点小心心，刷刷刷刷刷刷，拿着，刷刷刷刷刷刷。看到没有？说好听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对，我们俩应该弄一个星出来，但是我们俩弄这个星有点不是一个高度，这样子吧，哎哎，明显你那个弧度比我好看。再来一个合唱，对，你们刚才点的这个《那些情歌》啊，来送给直播间的朋友，你们也是非常喜欢听这首歌，《那些情歌》也是我佳代进行主唱的啊，我声音很小，因为我高音的部分是虚的声音啊。我们有请佳代给我们主唱一下我们的《那些情歌》，也还有《走进新时代》啊！这首歌唱完，我感觉我直播间真的几千人了，快十点半了，我们搁这唱那些什么《好运来》啊什么的。你们不睡觉了吗？求佛，我不会唱歌啊，这首歌只是听过，但是不会唱。嗯，好吧，我们现在一首《那些情歌》啊，我们《走进新时代》，这位喜欢听的呀？那想听什么？究竟听《那些情歌》还是听《走进新时代》？
家人们，谢谢我们阿杜，感谢我们阿杜。想听什么你们说，想要听走进新时代，想要听纳西情歌，那我没办法，我们都唱吧，好不好？都唱吧，行吗？然后我们的这个，哎呀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真的只能都唱了。那我们先唱纳西情歌吧，来，我们准备一下纳西情歌，答应大家的，然后我们再唱走进新时代，大家稍安勿躁啊。来，加代主唱啊，加代主唱，说不定给我唱唱民歌，我还上人呢。那不许走啊，不许走啊。来吧，一首纳西情歌送给大家。江水会让你沉醉，悠悠古道记录着千年的秀美，大石桥上来相会，玉龙雪山倒映在哥哥的心扉，独立把酒香会让你陶醉，把街上的阿丽丽我会交给谁，如果后边来相会，清脆歌声飘进了哥哥的心扉，那些姑娘唱情歌，情歌唱给情哥哥，那些姑娘像花朵盛开在哥哥的心，谢谢一首好听的纳西情歌，谢谢我们刘体哥，再一次感谢大家，谢谢刘体哥。我们唱纳西情歌的时候一直在扣走进新时代。我好像人真的上来了，我们直播间上来了4000人，我先品了一下，要不然我们俩以后第一场唱民歌吧，怎么样？我发现我们这个流行歌曲可能是太安静了，然后大家可能这个时间都不困啊，我发现是怎么唱民歌长人，我也是我理解不了，家人们，你知道我们俩以前做过民歌专场，就5000-6000人上不去了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个流量因为这个民歌还唱上去了，就很奇怪，是不是因为大家可能看我们唱通俗流行的唱多了，冷丁一下换这种美声民歌的，大家觉得很新鲜啊。后面是什么？是天使降落人间的翅膀。就是一个破布勒的蝴蝶结，家人们，天使，你是折翼天使吗？还不对称这个，哎呀，我有点歪，应该是这样子，一定是折翼啊，要不怎么降落在你身边啊？哎呦，那不是折翼，那是没有翅膀直接掉下来的。你那意思你是这么下来的吗？折翼啊，加代是这么下来的，都死了，都死了。后面是个大的蝴蝶结，是个小壳，他们说像乌龟壳。你们，我走了。
你威胁谁呢？你都出来唱好几首了。基本咱家铁粉都看够了啊！你你们想要听《走进新时代》。那我们大家如果看我们的这个声画不同步的话，我们重新试一下就可以了，很少会有这样的情况。那么录屏呢，我们会有这个录屏组，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录屏组当中啊，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，我们看我们这个主页上会有一个群啊，是我们的录屏组，大家加一下，就是需要一些录屏帮我宣传的朋友，大家加进去啊。如果不录的朋友，大家就不用加了。对，嗯，两人站开点，我们俩站开点就出话了呀，没办法站开点，只能是有点小缝隙啊，有点小缝隙。来吧，你们喜欢听的《走进新时代》，有请我们嘉代跟我们主唱一下，来这首《走进新时代》啊，送给大家。从小对你表白，我的心情是多么好。是多么热爱，勤劳勇敢的中国人，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。啊，我们意气风发走进那新时代，我们唱着歌。谢谢一首好听的《走进新时代》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，我感觉我唱高音我手都抖，你知道吧，我就是就感觉我手都抖啊、哦！这个歌我震的啊，这首歌不能天天唱，这种高音歌天天唱我感觉我心梗都得发。那么再一次感谢我们嘉代，嗯，谢谢我们老孙，谢谢我们小小鸟哥哥，我感觉我一唱高音我手就这样子帕金森的感觉。我如果这边有一个屏幕我可以这样去点赞，你知道吗，实在是就是抖，就没办法，我一直高音怎么会抖。哎呀逗死了。对，这首歌是嘉代进行主唱的啊，为了谁我们俩没有合作过，不会唱这首歌。对，因为是男女对唱的，我们俩没有合作过。
很多的歌其实我们都有合作过，比如说什么欢天喜地啊，包括一些什么好运来啊，这些我们都有合作。对，我们俩其实闵美烈的歌曲基本上都会唱，但是反而是一些通俗歌曲其实唱明白的比较少。对，然后我们直播间现在17000人啊，没有点关注的，我们给佳代点点关注，也给若曦点点关注。他说像这个央视春晚一样，我们俩不敢唱这样的歌，有的时候唱那样歌流量上不去，然后就不太敢唱，因为毕竟在抖音上大家是放松的嘛，有时候唱这种特别大气的歌就是怕那个什么，确实是这样，尤其是晚上。对，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闹，然后我就不经常唱，但是没想到大家一到后半场的时候，大家经常会点这些歌给我们唱。我们只要有你啊，天路人世间，我们下半场唱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们是11点左右还会重新开播，一直到1点钟啊，会有一个官方的一个小推流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准备下播一下，休息20分钟。我们大概是11点之前啊，10点58那个样子给大家重新开。对，重新开，我们从11点连播到1点啊，11点连播到1点，看一下我们这个流量会不会高一下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就是也没有办法了啊，也没有办法了。这个官方大家已经给我们机会了，所以我们继续点击一下关注。我们10点58啊，11点之前我们来开播，好不好？我把正好把鞋换一下，我这鞋太累了，我又站了2个小时了，快，好吗？再一次感谢大家啊，我们11点见啊！大家想听的主打歌曲都会在11点给大家去演唱啊！再一次感谢大家。11点见喽，拜拜。